海贼王 DIY 日记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自立造屋到一半却发生屋顶漏水的事情，这真的很烦哎。你看，房子修到的老水哦，真正会害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为了要弄清楚状况，决定架设监视器来慢慢观察。为了了解漏水的状况啊，我们准备长期抗战。是有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而不殆。不是敌之不来，是吾有以待之啊！只要让我找到关键点，必定要给他致命的一击。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经过7749天的观察，其结果汇整如下：一到五早上漏水，六日哈把它改到晚上。这不就跟我以前上班的时间差不多吗？就是出门前先洗香香嘛，六日给他偷懒一下，晚上再搞。然后还有每次出来的水量其实不大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只是排水而已，找到源头再去处理就简单了。来，你看这个画面上，其实它流水的速度我们是有给它加速啊。隔天你来到现场，它又这样子半湿不干的。由监视器拍摄到的漏水时间呢，以及它的流量，个人判断呢是本栋建筑物或是隔壁相邻建筑物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。所以啊，我决定挨家挨户去拜访测试一下。那不管了啦，硬着头皮上啦。先生，拍摄我们到嘿，滴老水吼，我敢会使你去看一下。啊？什么老水啊？我们到也无安怎啊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你来者，你来啊，我带过。好，谢谢。好。经过我们的拜访与测试之后呢，结果没有办法查出确切的问题，其中包含了身心状况不是很 OK 的邻居，或者是点点点点点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决定改用 B 计划，也就是所谓的备用方案。在此之前呢，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。这个水啊，可能从这边出来，然后这个上面是梁。墙里面可能也是梁，大概就像这支管子这样子插在上面。像这样子的结构啊，在加强砖造的房子里面呢，其实是蛮常见的。或者现在小型的透天建案也常常是这样的结构。那么我的 B 计划呢，其实是使用自制的细酸盐水泥修补剂来做非破坏性的漏水修补作业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再复习一下细酸盐它的威力。回顾一下我们的影片，这个很有趣哦。大家都说要等我们的这个墙面修补的封闭剂，其实我上次使用的是细酸钠。那为什么要使用细酸钠呢？其实水泥这种东西呢，不能完全防水，里面是有很多缝隙的。那么加入细酸钠之后呢，可以封闭这些缝隙，而且也可以固化呢这些受损的结构。讲了那么多，这个细酸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你看，就像一包白粉而已啊。你一定看不清楚上面写什么，对不对？它上面写的是呢，无水偏细酸钠。还写除油粉呢。没错啦，这也是一种清洁剂。然后细酸钠呢，又还有分正细酸钠、偏细酸钠、无水偏细酸钠、酒水偏细酸钠。哎呦，海贼王，你搞得我头好乱啊。好，我们其实可以不用知道那么多，只要看到细酸钠三个字就可以用了。最便宜的就是这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有趣的实验呢，就叫 Chemical Garden。它其实就是在细酸钠溶液里面呢加上各种金属盐，接着呢就慢慢产生结晶了。来，你看这边这个最快最明显的。这个也表现得不错哦。来，我们再看一次，这真是太有趣了。
那然后如果这些结晶直接插在我们墙壁的裂缝里面，甚至把墙壁直接修补起来了呢？ Oh my god， 那就永远不会漏水了。你看，真的可以啊，操作得当，他就直接把裂缝补起来，不再漏水了。Oh my god！ 有了这个，我就天下无敌了。看完了刚刚的说明影片，具体上要怎么操作，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跟我来，让我带大家去现场实际操作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简单的说起来呢，你只要买一包无水偏细酸钠，再加上适量的台湾水泥。啊，为什么一定要用台湾水泥啊？别的牌子行不行啊？哦，没有啦，我最近刚好有买这一支，你就帮我抬一下嘛。哎、欸、啊，刚刚那个我随便乱说了，你不要太认真。啊，那个偏硒酸钠哈，随便倒一点就好了。嗯，差不多20%应该可以。接着加入适量的水，把它搅拌均匀。如果像海贼王这样子不小心水加太多的话，再补一点水泥也是可以的。哎呀，海贼王你好随便呐、啊！哎呀，这个不准确的正确呢，它还是正确的。接着呢，你就爬到它的那个漏水点了、啊，慢慢给它拱上去就对了。那你在楼梯上记得要站好哦。那你那个上面的垂直高度有超过 3.8 公尺，记得要挂安全锁。你如果没有挂的话，那个阿春也催你哦。哦，没有啦，现在好像换那个什么33的。哦，海贼王你好在做工课啦，麦底要装熟、哦，谁知道你是谁啦？总而言之，你就是要把那个裂缝吼、哦，尽可能的给它填起来，然后向外再扩张一点。哦，对了，这种方法要尽可能使用在 RC 的结构上面哦。假如你那个是砖墙啊，应该是风险很大，很容易失败。再来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这种修补法呢，只能补排水系统。像那种给水系统啊，例如说自来水啊，甚至有加压的啊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处理了。有正上方楼板屋顶下来的，你要从上面处理哦，这样子不好弄。这个一补完哦，隔天地板就没有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变成什么样。哎，你看上面有一个圆圈圈，有没有？有水影哦，水影中间还有一点白白的，细酸盐正在作用了。没关系，我们隔天再来看一次，是不是又有一点变化？感觉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哦。十天之后，它变成这样，中间变得更白了。这个就是我的那个细酸盐啊，一支一支给它插下去，把水堵住了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地板，地板状况会不会变得更好呢？你看，完全干了啊。再来，我们给你看监视器的历史画面，拉个十天出来瞧瞧好了。之前我有这样试过了，如果位置对的话，撑个5年8年它是不会有问题的。那么10年以后呢？最多再来一次而已。所以我们先奏乐吧。我们又成功了，多试几次保证成功。如果你没有时间试的话，订阅海贼王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。订阅、分享并按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左上角还有海贼王的英文台，有空一定要过去逛逛哦。